盘点七个被人类攻击的新生代奥特曼，你最心疼谁呢？如果是你会攻击奥特曼吗？一起在评论区点亮爱心，为喜欢的新生代奥特曼加油吧！一，奥特之九攻击欧布。三，用心对泰迦大打出手。美肩杀鸡攻击萝卜。痴痴笑，不管来世只看今朝，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走。山外还有山比山高，半山腰，一生情里有黄树梢。五，玛娜召唤怪兽攻击银河和维克特利。人类攻击邪恶特利迦。多凄凉，星辰变幻，无限煎熬。